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WPY。 今天呢就会拍一个格仔课啦。首先其实想讲返之前已经拍了一次，不过惨了的，因为今次有新课啦。首先都是给大家睇返我新整的个格仔的贴返的单张啦，贴在我格仔那个门度的。咁样啦，咁呢排都减咗好多价啲货品，就讲返自己有咩货品啦。跟住有我嘅新 IG 啦，大家都可以 follow 翻嘅。依度啦，咁好简单，我 WPI channel 名之后，同埋我个花名啦，就系花名啦，唔知。咁我有个 Cutlery 喺度啦，就一定要系有 Cutlery 喺度嘅。咁首先啦，讲翻货品啦，有一包嘅呢啲 Pokemon 嘅卡啦，咁就$2嘅。咁我唔知入面有幾多張咯都，咁跟住有翻一啲嘅 stone 啦，好似影到嘅樣，係啦，咁就一 pat pat 咁樣賣嘅，咁有$6啦，就5粒嘅唔稀有啦，咁第一 pat 就依度嘅，都有第三季有第二季啊，$65粒啦，第二 pat 啦。咁後面其實我都有寫翻自己 IG 咁樣嘅，跟住$6啦，5粒啦，嚇。咁然後咧就會入翻啲鬼口水啦，例如好似咁，即係之前我舊版整嗰啲鬼口水咧都唔係咁樣嘅，咁都會賣翻$7啦，但係呢個唔賣嘅，因為有人 hold 咗啦。咁我都會即係整翻美觀啲嘅，好似咁樣啦。我都唔開啦，因為呢個人哋 hold 咗啦，咁我都會買翻以前嗰價$7啦。咁因為呢個貨咧就冇咗啦，咁之後就補咗新貨嘅，就係、是、卡啦。咁類似卡又類似貼紙咁嘅嘢啦，都幾好嘅依個。咁好平啦，$2，其實都平嘅啦。咁都 OK 厚嘅，起碼有10張啦，係咪？起碼有10張。咁呢個就全部動物嘅啦，有關卡。咁其實都係 pair 牌嚟嘅。呢張就貼紙啦，咁全部都係 Hello Kitty 嘅，跟住又係貼紙啦 ，pair 牌。咁呢 pair 就特別啲，這個 pair 牌有其中一個嘅 Joker 啦，咁其他都係冇 Joker 嘅。跟住貼紙啦，咁有興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嚟睇下噃。然後咧有一個格仔褲啦，就係、是。新入咗一個嘅面帽子啊，咁就唔係呢 pad 嘅，咁我擺喺格仔個 pad 咧就係、是、角落生物嘅，咁$17啦，嗰個都幾厚，同埋係 Made in Japan 嘅，中意角落生物嘅朋友記住去睇下啦。咁今期嘅格仔貨就係咁多啦，如果大家有啲乜嘢係想我去賣俾大家嘅話咧，可以喺下面留言，係啦，留言嗰個貨物嘅名啦，咁我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入貨，或者睇下我屋企有冇啦，咁就係咁啦。最後都是那句啦，幫襯我的格仔和 follow 我的 IG 啦，那我的格仔就在這裡啦。那呢就位於天水圍的，那大家住在天水圍附近。